县世新大学一年度的社团博览会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学校用心，这边搭起了棚子，等一下每一个社团会轮番上阵的表演。而在活动现场当中，还有很多美食可以让大家来享用。在活动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学生的热情，还有他们的努力。101学年度爱心园会暨社团博览会于10月17日中午在世新大学八分舞台前举行。学校搭建舞台和遮雨棚，让路过学生一眼就能看到园会会场。活动现场除了许多静态、动态的表演之外，还有各式各样不同特色的小吃摊位。活动表演和美食的结合，吸引大批学生们停留观赏，享受的是学生热闹非凡。从中午的12点音乐下午茶活动，到1点到3点接所谓的社团圆游会，所以感觉会比往年参加的人次或参与的人次都会提升不少。那也可以让成员干部呢有多一些的活动经验，哦，那其实实质上帮助我们同学跟社团呢能够蓬勃的发展。随着参与的社团皆使出参加本领，有中东渡皮舞娘、婀娜多姿的女妖百田，还有童军社整齐划一的旗舞，以及原住民社的动感热舞，还有魔术社令人惊叹不已的魔术表演，各个社团皆使出浑身解数魅力表演。这是见证火鸡的时刻，1、2、3。我觉得非常的有趣，活动也非常的多，感觉就是整个校园的氛围非常的浓烈。话剧社呢，就是一个一直在演戏，然后对演戏很有热情的一个社团。然后我们就是之前有办公演啊，然后期末都会一些公演。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，就是一方面可以让我们社团就是赚一些钱。香气四溢的美食以及各个社团卯足全力的演出，多元化的节目五半年冷场，学生们的兴致丝毫不减。除此之外，摸彩活动更将整个活动带到最高潮，学生们都期望能够得到奖品，而整个活动也在摸彩结束时候画下完美的句点。虽然天空下起了毛毛细雨，同学们的热情依然不减，他们撑起了伞，戴起了帽子。在这边看完所有的表演，我们也希望世新大学的社团可以继续蓬勃发展。以上是第9组在世新大学的报道。